大家好，我是睡影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拳皇14的实况解说。这一场是由EP的这个吉斯二对战顺影，顺影是2P的一个超长主力，哎，空中小跳一下，能量冲拳，但是双方还是相杀了。来看吉斯现在开启一个地波的压制，吉斯这一身皮肤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脏啊，一点一步这个注意卫生。哎，重拳，前盾拳没有接住，轻腿再叠下重腿逆向，哎，轻腿 BC 连上了，升龙拳，但是第二式没有打到，现在反而被吉斯闪了出去。哎，后撤地波，然后吉斯再来个空波的牵制，前跑重手，连着板边来一个升龙拳，能量重拳走一个二连，现在顺影再次开动下一套压制，哎，忽然抓到，然后后撤，哎，轻脚点杀，后后过来寻找下一个突破点。吉斯突然后撤的反身位来一套 BC， 但是他只剩一点血了。如果这一套 BC 被打到的话，我感觉顺影可能会掉血半管，因为他还有一颗气嘛。现在来到下一局，哎，下一局看一批这个爱玩土的角色，爱玩沙土的角色。他这个一出场，这个背景音乐瞬间变得非常有激情。哎，空中是连续几个 CD， 哎，再次空中跳中腿，把他连到板边。哎，重脚代替又能量冲拳，没有打到，再来一个升龙拳，升龙拳射到真空，升龙拳一次前冲拳接大招，这种压制会让人这个感到反感呢，完全没有任何游戏体验。哎，重拳出击到板边，轻腿 BC， 哎，库克里也连上一套，用沙土接大招走一下，现在在21一连，库克里解四瞬间发动压制，瞬间觉醒啊，这个好像手感突然来了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这个手感来得太晚了，就剩这么一点点血，经不住这个一套的连段了。现在看第三局的，哎，第三局看一批最后一个钢一了，我们来看钢一能不能稳住心态。哎，首先后撤，单拳过去，但仍然被一个 CD 打到，能量冲拳走一波，重手捏紧手，轻腿点杀接 BC， 开场就这样玩，该让不让对手打了，这个就打出一道八连来。哎，现在突然被抓呢。然后重腿接到，哎，重脚代替没有踢住，后后过来再来一套，又一套 BC， 但是这一次失误了。哎，轻腿，对手已经被打蒙了，完全在板面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来看顺影开动下一套压制，哎，能量冲拳升龙拳没有连住，重脚代替接 BC， 前前过来寻找机会，我们看顺影再次稳住，哎，空中一个前冲拳把他拿下，